谁说翡翠只有绿色？今天我的一个缅甸大哥带大家看一下五颜六色的翡翠。Hello， 米格拉巴，货带了吗？常对我直播间的朋友应该认出了我手上的这只手镯，没错，就是大家口中所说的海蓝之谜。这种色系的手镯颜色一般靠近淡蓝，它的种水多为玻璃种、冰种或糯种，价值不菲，看到的话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哟。来，我们看下一只，这只手镯便是墨翠，外表看似黑色，但一打光，在透光灯照射下会呈现出黝黑的墨绿色或暗绿色。来，我们看下一只，黄翡也是一种假色质的颜色种类，色质可以从褐红、橙红一直延续到淡黄，其中以栗子黄、鸡油黄和柠檬黄最为贵重。优质的黄翡又被称为黄金翡，其整体呈橘黄色或蜜糖色，晶莹透亮，色鲜诱人。那你这个看一下吧，你看这个。